心疼。王嘉尔演唱会踩空坠台，躺地许久才起，队友反应令人心寒。昨日王嘉尔和团队 GOT7 现身墨尔本演唱会，现场十分热闹。王嘉尔的人气不仅在国内很高，在国外的人气也很高，演唱会全场爆满，演唱会现场劲歌热舞，现场十分热闹。然而当王嘉尔走到舞台边缘想要和粉丝互动时，却因意外踩空坠下舞台，保安在一旁看着没反应过来接住他。王嘉尔在地上躺了许久才起来，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队友来关心他，看到队友这样的反应，粉丝直呼心寒。然而王嘉尔躺在地上时还伸出大拇指告诉粉丝，我没事，这个举动实在是太暖心了。据了解，王嘉尔踩空的原因是因为在舞台边缘的地方罩了一块黑布挡住了这个裂缝，王嘉尔踩在黑布上才导致自己不慎坠台。